我们是全宇宙最棒的超星特工。我们是超星特工，已经不是啦。什么？现在你们要前往一个新世界，哪儿都能去的时光飞船，还为你们准备了什么都能分析的超级仪器。小飞，哦，我可爱的小飞，它可以记下所有事情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？你们要去，恐龙世界。刺不刺激？好不好玩？哎呦！哎呀，我可爱的脸怎么脏了？我怎么变成窟窿了？猪猪侠，哎呀，你先别生气嘛。你看啊，这化石和你长得好像哦。嗯，和你一样的大小，四条小短腿，还有大大的眼睛。没准是你的祖先呢。胡说，我是胎生动物，而恐龙是卵生动物，根本不可能有亲缘关系。那他就是恐龙版的阿武。这不算是恐龙啦。哎呀，也许是新品种嘛。我们去调查一下，不就知道啦。恐龙版的阿武，你在这里吗？小宝宝，快点出来哦！快出来！哎呀！阿武，我都没喊痛，你叫什么？我没叫啊。啊？是小恐龙。好痒啊，小飞。开始确认，确认完成，开始记录恐龙生态资料。哦，原来他就是恐龙版的阿武啊。不过他和你长得不太像哦。这是鼠龙，虽然和我长得不像，但它和我一样可爱。别乱跑啊！
危险！危险的恐龙！阿武，接住！哎呀！啊！哎！啊！猪猪侠，石台快塌了，他们两个都有危险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那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原来他不吃小鼠龙，他们看起来还很亲密呢。难道他所做的一切其实是想保护小鼠龙？为什么呢？他们明明是两种恐龙哦。根据分析，他
他们的亲缘关系达到99%。啊，原来他们是同一种恐龙。搞了半天，原来都是一场误会呀、啊。阿武，我已经猜到你长大后的样子啦。哼，我才不会变成那样呢。你否认也没有用的。我才没有否认，我以后一定会长得比现在更可爱。超星特工超越时空，我们又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，一起来看看小飞记录的恐龙资料吧。鼠龙是生活在三叠纪晚期的原蜥脚类植食恐龙，幼年鼠龙大小和阿武差不多，曾经被古生物学家误以为是最小的蜥脚类恐龙，但其实成年后会长到一辆小汽车那么长。幼年鼠龙和成年鼠龙的区别在于，幼年鼠龙有较大的脑袋、较大的眼睛和圆圆的鼻子，而成年鼠龙则有较小的脑袋和眼睛，有较狭长的鼻子。这么大的区别让我误以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恐龙，也因此吃了不少苦。